雷神日记，黑寡妇日记。今天是2039年4月5日，天气晴，阳光依旧的灿烂，可我们神盾局却阴云密布。因为外星人已经好久没攻打过地球，所以我们失业了。就在上个星期，我们喝光了家里唯一一滴水，吃光了家里唯一一袋辣条，也不知道我们神盾局里谁会是第一个倒下的。队长日记。队长，队长，鳄鱼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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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朋友们，有我钢铁侠在，谁都不会倒下。朋友们，经过我的不懈努力，翻遍了全市的垃圾桶，终于我找到了一个馒头。哇，你太好了，你是最棒的。虽然我们有一个馒头，但是物资依旧紧张。我认为无论到什么时候，妇女和儿童都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我决定把馒头分出一半来给黑寡妇。钢铁侠，你太好了，我相信你们两个也不会反对。因为如果黑寡妇倒下了，我们几个活着也没啥意思，对吧？来吧，还有半个馒头，你们吃。哎，铁侠，这个馒头是你带回来的，你先吃。不，我不饿。铁侠，你要不吃，我们谁也不吃。你们三个为什么都不吃呀？如果不吃的话，那我打死了吧。我都分给你了吗？不是，我怕浪费了。这怎么可能浪费？这都饿成啥样了？这都，哎，我瞅瞅，哎呀妈呀，还浪费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咱抓点紧啊！既然你们都这么有情有义，那我们一起吃。朋友们的心呀，比黑海要比地海辽阔。哎呀，这日子我们一起都记得。我回来了，快跑，别动，我不是来跟你们分馒头的。看这是啥？蛋糕。哪来的？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来来来，把蜡烛先插上。蜡烛呢？这有蜡烛。蜡烛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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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好了。哎呀，绿巨人呢？你把我们都救了。哎呀，是啊，爱死你了。要没有你，我们谁也吃不上这么美味的蛋糕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太好了，来，大家冷静啊。许个愿。哎，等一下。现在我们有蛋糕了。那这个馒头怎么办呢？有蛋糕了还吃什么馒头？等我。来，许愿。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早间新闻。哎，绿巨人上电视来。好帅，好帅，好帅！我是唯一一家蛋糕店被一个绿色的高大家伙打劫了。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，后续报道敬请关注。
我的愿望是蛋糕店所有员工都是色盲。这个蛋糕是你抢来的？你怎么能这么干？我们都是守护人类的守护神，怎么能去抢人类的东西呢？绿巨人，把蛋糕还回去！还回去！不，还回去！等一下，蛋糕虽然应该还回去，但是蜡烛是我们的。快去，我们给你留两根蜡烛，快去！来，嗯，那。哎呀，哎，太好吃了！你说他咋是18岁呢？他要60该多好啊！蜡烛太少了，饿呀！我又回来了，还回去！哎，别动！蛋糕店老板说了，我们把这蛋糕擦烂了，人不要了，送给我做生日礼物。绿巨人，生日快乐！太强了！生日快乐！尝了，尝了，好了，来，都不要尝，许个愿。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在过生日这一天都能吃到蛋糕。太伟大了！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午间新闻。今天是小姑娘爱丽丝的生日，她最大的愿望是过生日的时候吃上生日蛋糕。由于本市唯一一家蛋糕店被抢，小姑娘非常难过。爱丽丝，告诉大家你的生日愿望。I want cake。谁 want the cake？ 啥意思？他想吃蛋糕。我也想吃蛋糕啊！必须还回去！你的梦想成真了，没看出来吗？我的蛋糕不行，绿巨人，我们是带给人类幸福的，在其他人没有幸福没有开心之前，我们不能幸福。去把蛋糕还给小女孩。别动，你要不去我去。都怪你许那破愿，求你！朋友们，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，小女孩把日子记差了，今天是她阴历生日，蛋糕归我们了。快！大家先喘口气啊！让绿巨人许下一个心愿。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。这个电视以后不要在咱们家出现啊！好了好了，我快学来。我的愿望是我顺顺利利的把这个蛋糕吃完。绿巨人啊，我正式宣布。这个蛋糕属于你了。是这样，这等离子激光炮开关松了，我们你呀，黑寡妇那里还有半个馒头。完了，现在没了。刚才
在咱们 happy 的时候，给观众朋友们发了一些糖，抢过来！哎哎哎！现在也没了。